好，来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今天就要审核电信三雄中华电信、台湾大跟远传第四代行动通讯 4G 特许执照，力拼六月就可以推出 4G 的服务，而全台湾到时候超过百万用户渴望直接的升级 4G。 好，对消费者来说啊， 4G 就代表着网络可以越来越快。那么呢，网络服务速度下载高画质影片用 3G 网络费时是一个小时，但是 4G 只需要两分钟，真的差蛮多的。 4G 特许执照进入最后审核阶段，那么电信三雄最快就在今天可以拿到执照，但是目前这三家业者对于开台时间都没有松口。